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是北京时间2023年5月23日的下午8:08。我们上一次录了一个教学类的视频，就是教大家怎么去免费铸造WorldCoin 跟 OP 合作的一个 NFT 啊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推特上面。那这次有一个 OW 的代币啊，然后针对这批东西呢进行空投了啊。我把链接呢等会会分享在简介啊上面，大家可以去啊免费领取一下啊。那这个视频呢是这个视频啊，就是这个啊。那如果你做的话，就会有这一次 OW 的空投啊，如果你没做的话，就这次就没机会了。然后我们的话需要连接狐狸钱包啊，然后切换到 OP 网络啊，切换到这个 OP 网络，然后去连接，假如去连接一下，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显示有大概很多零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6460亿啊一个代币，然后我们直接 claim airdrop。输一下密码，大概要付啊，我看一下，付的 gas 费的话是在奥村网络的0.119U 啊，我看一下是这个网络啊 ，OK， 那我们确认。然后稍微等待一下。OK， 现在应该是有了啊。然后我们添加一下这个代币。我们看一下啊。就是这一个 OW 代币。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资产添加一下。如果你不懂添加的话，按这个操作来就可以了啊。资产，添加资产，然后把这个合约地址放进去，然后添加。OK， 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上面就会有这么一个代币在那边了啊。我好像搞错了那个，没事吧？应该是它是六进制的啊，不是18位。OK，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代币能不能卖吧。如果能卖的话，就可以卖掉它。好，那我们不管它吧，然后晚点再说吧啊。那今天视频我们就快速的更新到这边。等会我把那个领取链接分享到那个简介上面，大家去看一下啊。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了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